这个剧中的一个主要演员吧，我心里呢也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我扮演的林黛玉呢会给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因为200多年来吧，林黛玉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偶像，所以说呢，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当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吧，观众有的时候很难接受。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她除了具有所有的就是美丽的女性所没有的那一部分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我不太喜欢别人说这个是称呼我的职称，因为我觉得给我最美好的印象和最美好的回忆的就是《红楼梦》的林黛玉。